看看鱼货啊，有多少条？我去，四五十条啊！先打点水装鱼。哎，钓鱼一定要有信心，要相信自己，一定能钓到鱼。这条水渠我今年来过几次，但是这个位置我还是第一次来，距离我经常去的那个地方有三四百米远吧。这条河离我家很近，只有一公里远。现在是中午快一点了，然后咱们抓紧时间钓。头上有高压线，不过没关系，不下雨就没事儿，而且特别高。今天就用方块料打窝，然后我准备打两个窝，这个位置打一个，然后在左面再打一个。好了，然后今天用2米7杆钓。这个行啊，来吧，哎，这个行啊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。手感不错呀，哎呀，完了还掉了，哎呀，就这条大还掉了，哎，掉到那个下边石头台上去了，我看看下去能不能捡上来。哎呦我去，看，没跑，不错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黄金级呀、啊！顶漂，顶漂！哎，来了，还行，还行。哎，漂亮，哈哈！吃点料啊，上钩。正口吧，这肚子真大呀！来了，刚才溜号了，正在瞅，瞅前面有人说话，没想到漂顶这么高，哎呀，哇，这条鱼漂了，黄金级呀、啊！金黄金黄的，正口。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挺有力气啊。还可以啊。吃的蚯蚓，哎，哎呀，还行啊，哎，来了。还可以啊，看看鱼货啊，有多少条？
哦，去，四五十条。哎，这鱼货漂亮，今天真是没少钓，三个小时钓了六斤，四五十条。然后我把这些鱼装起来，全都放了。这个大部分鲫鱼啊，还都没产卵，所以咱们把这些鱼装起来，全都放了吧。哎呀。